就这几个菜？十个，没查呀，没查过来呀，反正整几个吃几个吧。整几个吃几个。那大家好，我是王小。今天小聚会啊，家庭小聚会，是我儿子和我大外甥来送猪头肉来了。大外甥啊，干啥呢你啊？你哥快乐不？大外甥啊，你这待着没事办点饭吧。这不要了，你这踩着风火轮来的，咋的？还烧手？你想不想吃肉？不想了。吃肉，拔菜。不想了，没草莓呢呀，大外甥，做水煮鱼是吧？啊，做水煮鱼。哎，猪头肉，这算洗澡了，这么潮湿呢？咋能不放的呗？洗澡了。潮。我还得给我大舅妈做前台，还得给我大舅妈拔蒜。这两样活呢，你大舅妈卖货，完了再拔蒜。你咋整的嘛？这炒完拌呢？不是拌完炒啊，你拌完，我看咋整？跟鱼搁那什么腌料，我在里头腌一下子。腌一下子完了呢？腌一下子完了就什么？给那个青菜焯，焯完了搁锅里炖，炖鱼完了给那个青菜一下就完事。我这不是烂事整。对，没戴眼镜儿呀，眼睛红了，打下了。买那你上那眼药水呗，啥玩意儿啊？不那么太严重似的。切两半啊！这样口味太小了。这啥呀？这是这章鱼塞嘴里得了呗？啊？塞嘴里？我这真塞嘴里。这有窗帘围上了。人家没说多好看呢，到你这变成窗帘了，就说是的，真是。完了，明天不能围了，不围给我正好。那不行，人说啥人得围，就这一个呀。怎么的？打花豆。这样啊，雪生片，哎，对，就给它雪下来呀，拉豁，哎，就这样呗，对，小不小，先点拉去，这么热吗？热了，头发长了，一会儿就得剃头了，剃了，啊，剃了，那不，一会儿跟小弟俩剃呀，不会整啊，不会整，你真是给我来。看你会整，看的是大厨下。那我，你还不早点出来？我打下手。行，我给你打下手。烫多不多？水煮鱼啊、哦，特色水煮鱼，专业做水煮鱼20年啊、哦。我得盖着它，这崩我不干了。这家伙，这机会人，你这吃多这。大盆削一下子，把菜削一下子。啊，菜到锅里了啊，满满一锅啊。啊，就那了。这猪头肉你造两块去。搁哪儿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出锅了啊！嗯，这么大，一锅水煮鱼。啊，怎么样？啊，那就。哎，端上来这个。倒油了啊！好嘞，完事儿，来去吃饭。这是今天的主角啊，主角不是他了，这猪头肉。还是几瓶啊？现在一转滋啦滋啦的了，我说现在我大嫂做饭一转滋啦滋啦的，我说这大厨的节奏，我这是一转往上浇油了，是。你找啥？你找啥筷子？你哥给你拿去了。呀，整饭店了，把菜上完了，整筷子看不着啊。看不着吃。哎，折一盘。啊。给那这给这个完了，折那那折这点完一倒就完事了。这鱼给你留着呢，菜都要不吃了。哦。你们先吃，我们等一会儿。阿姨拜拜，阿姨拜拜，拜拜宝贝儿。吃饭来。辣了，真辣。啊？辣了，吃猪头肉。该吃了啊、哦！
因为这玩意拌的挺好吃的。好，啥啥呀？你嘴闭住了，怎么饭粒掉出来了？